而家最緊要咧就保護阿師嘅安全。阿 Kim 只不過跟蹤佢啫嘛，都爭啲俾仇大虎對冧。你話如果俾佢知道阿師係當日嘅目擊證人，肯定殺人滅口啊！咁點算啊？阿師單 case 又唔係我哋管，我哋又冇得叫保護證人組24小時咁樣保護住佢。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我哋私底下保護佢啦。都好喎，嗱，阿師 on duty 嘅時候冇問題嘅，我哋響度啊嘛。 但係收工之後剩翻佢一個人，咁我就覺得佢唔適宜翻屋企住。喂，咩事？不如揾個地方俾佢住，然之後我哋輪流保護佢，咁就安全啦。絕對同意。好，我打頭陣。好。不過唔得，我聽日約咗第二個環球幫伙計開會。喂，我都唔得喎，我要咗阿媽聽晚陪佢食飯喎。唔緊要啦，我打俾佢。咁唔好，唔該曬啊。 就嚟開飯咯喎，你要出去咩？爹哋，你餸咁好食，我梗係食埋先走啦。喂 ，Miss Sir， 咩事啊？睇睇你一陣執多幾件衫同啲日用品啫，唔知仇大虎幾時出現噶嘛？可能隨時係長期作戰嚟噶。哦 ，OK， 好啊，咁我一陣執多幾件衫我過嚟啦。 Thank you, Sir， 拜拜。 執定咁多嘢，今日有 operation 咩？ 系，爹哋，所以咧呢排我可能少啲翻嚟瞓。咩 case 咁大陣仗？啊，唔好意思，爹哋，你知即係有啲嘢咧就 case 唔係好方便講啊。明㗎，牽涉到案件嘅嘢，兩父子都冇情講啊。嚴格嚟講咧，佢又唔係公事，因為我哋而家私底下保護緊一個15年前嘅 case 嘅證人。15年前，你又指？就係呢一單。 我哋最近查到呢一个凶手，佢翻咗嚟香港，佢好有可能伤害呢个当年侥幸生还嘅证人。但系因为而家又偏偏未成 case， 所以我哋只可以私底下保护住佢。趁而家未食饭，我执埋啲嘢先。 得唔得啊？哦，有啲啊。 坐翻少少啊 ，OK。 而家咁样得唔得啊？而家准唔准啊？望唔望得啊？搞掂晒。做咩？紧张啊？定喎，有我喺度贴身保护你，保证寸步不离，除咗你去厕所同埋瞓觉嗰阵时。 不过如果你想话咧，我唔介意两个人都陪你嘅。我陪你个头，我系沙子嚟噶，我识打拳嘅，使惊？我系惊阵仇大虎出现咧，唔中富居，要我帮翻你先真啊！系啊，我好惊啊！咁你一步都唔好离开我啦。我头先咧见到你张床都几大，不如今晚咧我哋孖铺啊！你就想啊？不过咧，如果你真系惊嘅话咧，我都唔介意你瞓喺我门口度做门口狗嘅。 我冲凉啦！希望今晚唔好有事。 Thank you.
佢暫時冇乜反應，醫生睇緊佢。OK。因為都係你，你搞乜嘢㗎？係你話好安全嘛，無一失。我先應承俾個妹同你哋合作把空城計，依家咧個兇手又捉唔到，我個妹又出咗事受咗傷，呢個係頭嚟㗎，你冇睇住佢咁咩？你點做嘢㗎？你冷靜啲先啦，你篤到我好痛啊！而家我妹瞓喺裏面仲痛啊！我話俾你聽啊，佢有咩事你就死。阿堅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其實 Mercer 真係部署好曬嘅，即係個兇手一出現，佢一定走唔甩嘅。只可惜喺關鍵時刻，阿 Sir 佢開唔到槍，就爭嗰些少時間啫。咁我哋嚟遲咗，所以阿 Sir 先會受傷。正常情況底下一定開槍噶嘛？點解嗰剎那開唔到嘅咧？唔出奇啊！佢咁近距離面對個兇徒，梗係會怯噶。但係頭先你哋話你哋部署好曬，你之前話你哋唔得閒噶，你哋呃我。做咩唔信我啫？卡神，你唔好亂諗嘢先。大家自己人點會唔信你啫？做戲做全套啊嘛，咁先夠逼真噶。唔係點拉到十大富啊 ？OK。除咗我哋幾個之外，冇人會知道阿師住喺邊度嘅。加埋都係三個半啫。點解仇大富會知咧？咩三個半？係咩意思啊？我講我爹哋，佢問起我，我冇同佢講過阿師住邊度。我只系同佢讲，我去保护嗰个证人啫。医生，我妹佢点？可唔可以入去睇下佢？佢冇乜大碍嘅，佢阿手连咗几针，你可以入去睇下佢噶。唔该。妹，点啊？只手痛唔痛啊？吓死我啊！好小事啫。仲话小事？你话好彩斩伤咗啫，如果斩断咗咁点算啊？点解你唔开枪啫？你对住呢啲人啊，唔使手软噶，唔系佢有事就你有事噶啦。家姐啊！好攰啊！我想休息多一阵。OK， 咁瞌眼瞓啦，我留喺度陪你。咩 Sir？ 你觉得而家应该可以点做？环头个伙计又拆唔到仇大虎，条友好鬼狼死嘅，我惊我哋三个保唔到阿师。同爆炸装照实讲，叫佢做嘢。啱。而家单嘢扬咗，又证实咗有人对阿师不利，爆炸装冇理由袖手旁观。阿庄，阿 Matt 同 Stone 份口供喺晒度，谢渣阿师个份，阿师咧而家仲喺医院，咁所以要迟一步先可以同到份口供。咁至于初步环境嘅证供咧，我已经搞掂晒。唔该晒，唔使客气。Come in。阿 Sir， 阿 Sir， 我突然间出现，保下你哋一条嘛。我收到消息，话枪伤我哋同事许文思嗰单案，同15年前阿 Stone 嗰单案有关联。今次受害人亦即系15年前嘅侥幸生还者，仲系女警，所以高层非常关注。要我哋问下最新嘅情况。诶，老 Sir， 呢单 case 系由 Billy 负责嘅。呢一单案两位证人亦即系佢哋嘅口供。同时，我哋响现场亦都搜集到疑犯嘅血液样本，经过 DNA 验证，证实疑犯嘅 DNA 的确系同15年前东案嘅凶手嘅 DNA 一样。咁即係話佢哋係同一個人，而許文思係當年唯一一個證人，兇徒根本係想殺人滅口。所以而家許文思嘅處境非常之危險。Sir， 我覺得我哋需要揾人24小時保護佢。我同意，咁就按照程序做嘢，發通緝令通緝兇徒。至於嗰位同事許文思，
叫佢即時放大假，通知 VIP PU 嗰邊，叫佢哋派隊人24小時保護佢，不容有失。Yes sir， 放心啦 ，Sir， 呢件事我會好小心，做到滴水不漏。Good， sir。Yes， 有個疑點仲未解決到。當晚喺花園度喺中國開過兩槍，其中一槍係卡神開，但係打唔到個反，所以現場度揾到卡神支槍嘅彈頭。至於第二槍係邊個開嘅咧？當時我同 Mercer 都冇開過槍，我懷疑呢一槍係神秘兇手開槍打中咗個疑犯，所以我哋要揾個疑犯，應該留意所有醫院。放心啦，我知點做噶啦，唔係連我都信唔過係嘛？梗係唔係啦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下下面嗰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